Hello, Parting， 你真的是一个幸运的小伙子，可以加入由我草马裴永俊所领军的友谊闪电狼。不过我最近看你在比赛上的表现，还有直播上面的表现，我是蛮失望的。不过如果你可以好好跟我讨教一番的话，我是可以考虑收你为徒。就这样吧。Hello, Parting， 欢迎加入友谊闪电狼。那希望你在这里能够找回你对这款游戏的热情。那可以再带给大家更多的帮助，然后在国际上面打出更好的成绩。我很希望看到你未来在任何的比赛可以跳得很开心，跳得很远，然后跳得很大。那你的前面两位韩籍选手队友呢，他们是非常不爱干净的，希望你不要像他们一样，记得离开前桌子你要整理干净，垃圾要倒，然后琴杯要折哦。那如果你不折的话，我每天都会要你跳跳绳100下哦，记住喽。Parting， 嗨 Parting， 欢迎加入闪电狼，但是你要记得折好你的棉被。还有我是队长，你在这里要听我的，不要以为实力强就可以无所顾虑。Hello Parting， 欢迎你加入闪电狼，然后希望你能尽快适应这里的生活。然后还有我们的宿舍生活，然后像是晚上会有人会磨牙，还有人会说梦话，然后还有人会打呼。那最后祝你顺利，然后欢迎加入我们喽。阿妞伊莎万，希望你来了这边以后呢，可以请你不要像这位大大呢一样的脏，好吗？拜托拜托。是多脏？多脏哦。上到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了，拜托拜托。哎 ，Parting， 那我教你怎么玩胜组，但是你要记得付我学费。안녕이상아루이플래시를곳에오게된걸환영하고나랑초원형이오늘미리일찍와서열심히닦아놨으니까나랑초원형만믿고와서편하게생활하면될것같다와서빨리대만에와서같이재밌게지냈으면좋겠다어서와안녕이사가 무슨말을해야될지모르겠지만일단같은팀이돼서기쁘고1년동안즐겁게지냈으면좋겠다그리고네가여기오기까지한일주일남았는데여기오면은이제먹는게이제힘들어지니까한국에서많이먹고오고그리고여기오면살많이빠질거야동혁이도지금엄청많이빠졌어 어제벨트도사오고그랬다그리고얘는내샌드백인데니오면은너한테줄게스트레스받을때그냥때리면돼 Parting， 我们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哦，是专属于你的主题曲。跳